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。题目说它可以，这个气体哦，它可以让石蕊试纸变成红色。石蕊试纸红色是酸气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让石灰水不混浊，请问有可能是哪一个东西？好，我们先看 A 选项哈、哦。A 选项，贝壳加盐酸产生二氧化碳，酸气没错。可是石灰水碰到二氧化碳，会让澄清石灰水变浑浊，所以 A 选项不对。B 选项。盐酸加锌、哦、活性大的金属加盐酸，它会产生氢气。氢气它不太溶在水中、哦、不太溶在水中，所以它不会让那个石蕊试纸变成酸性。好，再来，那如果说氧气的话、哦、氧气 C 选项，双氧水加二氧化锰会产生氧气，也是不太溶于水，它也不会让水变成酸性。那最后一个，盐酸加过锰酸钾，盐酸加过锰酸钾会产生氯，那个氯溶在水中，好，氯它会溶在水中，它会让水变成酸性，但是氯它不会让澄清石灰水混浊，所以能够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 D 选项。同学，理化早师长，澄清一定赞。